下班了，哎，从早到晚除了吃饭休息就没有停过。他在你这吃什么了？现在比高中那时候更哥仨了，有机去卖面包、水，还有三份浓缩黑咖啡，变态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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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好几年没见了，这一回来不会死在我这儿？哎，这父子的宿命啊！ 人类的难题，你懂的。我不懂。队友，残暴的！哎呦，拿钩看你啊我！ 大半年了，来回上海3次，也不回家，对家庭不负责任，对你自己身体，你总该负责任吧？你这个挑食的问题，我有责任。我们都已经尝过失去亲人的感觉，你安定下来，不要再漂泊了，好吗？ 大哥，我赢了，赶紧把三件啤酒钱结了，给钱。大哥，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不是你，前两天看你酒量没那么好呀，你是不是使诈了？你闻，看是不是真酒？前两天我是看你们是新客人，所以让着你们的，你们非要是喝赢了才结钱的。这样。 大哥呀，他身体不太好。哎，对，我来跟你喝，我跟你喝。你想耍赖啊？快给钱！你们这么大一群人，欺负我一个小姑娘合适吗？给。大哥，醒醒吧。给不给？ 三天的酒钱一共是3400，这儿一共是3500，多了一百，多的不要。哎，什么小姑娘呀，就是个泼妇。什么情况？醒醒。喂，哥，什么情况？你也看到了，我们拿了钱给你们办事儿。 赵哥也喝那么多了，这个啤酒没酒量太好了，喝不过他呀。小姑娘酒量太好了是吧？来尝尝，都尝尝。什么意思？饮料。喂，大白，你怎么才接电话啊？担心死人了。怎么样，钱收到了吗？三天的啤酒钱都收到了啊！
多亏你的无尘啤酒啊。行，挂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注意安全啊。哎，死丫头，敢使诈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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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大哥，大哥，谁？有人来踢馆。踢馆？终于有人过来踢我馆了。难道现在我踢馆这么有名吗？众位英雄师从何处啊？几个意思啊？众位英雄几个意思啊？什么几个意思啊？把那姑娘交出来！交出来！小姑娘在我这挺安全的，不劳众位英雄费心了，请回吧。兄弟们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大哥，咱们今天是不是还有其他事儿啊？对呀、啊，那各位大哥，不打扰了，不打扰了，不打扰了。等一下。这个大哥，别伤了和气啊！别伤了和气。您是找人是不是？找他对不对？带走带走，这是你们的家务事，我们怎么能管呢？哎，妈的，人家是小女孩。什么女孩啊？人大哥还不知道她是女孩，这是女骗子，不讲道理的女骗子是不是？带走带走。这位大哥既然这么豪爽，那我们也不打扰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走，走，走。你们轻点，站住！哎，你们轻点。钱，我拿我自己的
的钱有什么不对？赵哥不开心了，你就别想要到钱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我们的规矩。你还敢喝假酒骗我们，你今天死定了。是你们说的，喝酒才给我结账。那么大一大酒，我喝了也是死，我要不回钱也是死。你们根本就没给我留活路。再说了，我知道是蒋主管派你们来找我的。你们一大群男人欺负我一个女生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少他妈废话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不但把钱吐出来，欠赵哥的一打啤酒，我灌也得给你灌进去。走吧！哎！机灵若小，胆子不救，有备无遮精神。哎，走开！哎，老大，我等一下。这不是伤了和气了吗？这大哥，我呢突然又改变主意了，这女孩你们还不能带走啊。你神经病吧你啊！我操！想到我这么能打，哎呀，我去，哎呀，太痛快了，喂，你没事吧？还不走啊？留在这儿等我请你吃饭呢。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？你这名叫什么？切，我怎么会认识你呢？像你这么蠢的女人，我根本不会认识。我对你只有一点要求，请你以后离我远点，拜托。彼此彼此。二位大哥，多谢。女侠慢走。他不是逆向。
董事长，应该是这里了。董事长，你那个资料确切无误吧？确实是他，他就是您要找的杨小柔。更巧的是啊，他住在大喜弄堂，你应该挺熟悉的，就是市政府委托方山做街区改造设计的那边。嗯，老张，我的那个想法也许很疯狂，但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您放心，我一定按您的意思把事情办妥。好。一个单身女孩要还那么多钱，这日子怎么过啊？小柔，哥，高叔叔。高叔叔，里面请。请坐。吃晚饭了吗？啊，今天回来的晚还没吃，您吃了吗？还真没吃。那我去给您做点。方便吗？就是一些简单的饭菜，您不嫌弃就行。太好了。您坐。先喝点水。那我去给您做点。叔叔，面好了，您别嫌弃啊。小柔，我们有几年没见了？11年了吧？嗯。长大了，头发也剪短了。长头发太浪费洗发水了，短头发方便。吴阿姨她现在还好吗？你们走后了一年，吴阿姨也就走了。哦。这几年城市变化太大了，再加上你们的户口迁来迁去，想找你们，一日也都找不到。过得好吗？其实，爷爷和吴阿姨一样，在2007年的时候也去世了。我现在一个人生活，不过我自己过得也还挺好的。你爸妈去世之后，你在我们家足足住了5年。你走的时候几岁来着？14岁吧。嗯。答应你爸妈要好好照顾你，高叔叔都没做到，真是惭愧。高叔叔，您别这么说。我相信，您一定有您的苦衷。方山集团，你
方山集团是您的？您是方山集团的董事长？要不是你去考方山，高叔叔还真没法找到你。但我听说你被刷下来了，要不我给人事部讲一下，给你再安排一次面试的机会。哦，不用，我要是知道方山集团是您的，我……哎，没关系，这很多事情啊，得一步一步的学习才能有进步，啊！再说你现在不是都在找工作吗？高叔叔能帮你的，我就帮。啊！您都听说了。你在我家足足住了5年，你的人品跟个性，高叔叔还不了解吗？所以外面那些传闻啊，我都不相信。这样好吧，改天咱们约个时间，你到办公室来，然后跟我好好聊一聊你未来的计划，看看需要什么帮忙。嗯，不用了，高叔叔，谢谢您。高叔叔也有一些事情想拜托你。哦。小柔，高叔叔还有一句话想要跟你说。高叔叔想跟你说，说对不起。高叔叔，您先吃面，面凉了，你尝尝。香气馋呐，那您快尝尝。医院，女儿有这种厨艺，想来你也安慰了。怎么样？这什么汤？哦，这个就是普通的酱油汤，不过这个酱油很特别。这个酱油是我们老家一个酱油作坊做的，不对外售卖的。你老家？嗯。啊，舅舅每次来上海都会给我带一点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给你带一点回去。小冉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啊，高叔叔，这你面还没吃完呢，高叔叔，高叔叔，这董事，你没事吧？要好点了吧，董事？跟家里人说说了。不用，我心里有数。都已经过了这么久了，还
来找我们干嘛？别看了，快！爷爷，我们为什么这么着急就要走啊？为什么不跟高叔叔他们告完别再走啊？小柔，道什么别啊？人家把我们赶走了，记着，是人家把我们赶走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们又没有做错事情，为什么要赶我们走啊？人就是这个样子，有钱了就会变了。你告诉我，过去和你爸爸妈妈都是好同事、好朋友，可是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现在人家要发达了，就嫌我们挨地方了。爷爷，我不想走。你记着。寄人篱下就是这种下场，你以后要硬骨头的活下去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，不能软骨头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听见了吗？走，不许回头，以后都不许联系他们。走。如果不是高叔叔今晚的突然来访，我几乎已经把从前忘掉了。当年被赶走的羞耻和屈辱冲进了我的心里，我强行命令自己淡忘在高家的那五年，尽管是无忧无虑的快乐的五年。不久后爷爷去世了，舅舅也生意失败了，我又要上学又要打工，就更没时间回想过去。我和他们已经是两条平行线，不可能，也没有必要再重合。我不知道高叔叔这次到来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艰难但是平静的生活即将画上句号。或许天空早已变色，只是我一味俯视地面，没有预见到风云的到来。不就是一个长辈来找你闲聊两句吗？怎么还伤春悲秋起来我说我要回美国了，你俩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啊！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练就得了，回来干嘛呀？回来就欺负我？我回来不就为了欺负你？不让我回来干？哎！哎姐，哎呦，您就别骗我了，我都说了票订好了，我这次一定要走。哎呦，你有完没完了呀？高放山和你是什么关系？姐，
姐，咱爸呢？姐，咱爸呢？现在才来有什么用？你知不知道爸爸一直在等着你？这么多年了，他每时每刻都想见你，你早干什么去了？杨小柔，我们调查清楚了，高放山的死和你没有关系，你可以走了。警察同志，你等一下，你刚刚说什么？高叔叔他怎么了？去世了。他吧，长期患有很严重的心脏病，死因就是突发性的心肌梗塞。我们调看了监控，就是那么巧，他病发倒在了你的电动车前，送到医院后不久就去世了。当然和你没有关系，你可以走了。高兴，你冷静点。放开我！高兴，我去派出所请我爸放手。我你放手！你听我说，放开我！放心车，你听我说，放开！爸爸确实是心脏病复发，恰巧倒在了那个电动车旁。警方已经公布了调查结果，弄堂十字口的那个监控录像已经显示没有人撞他呀。那个肇事者会承认他撞？你爸爸他就是心脏病复发，自己倒在马路上，跟别人没关系。我爸没有心脏病，我爸没有心脏病。高兴，高兴，我去把你放，放开！高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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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！高兴，我去派出所。高兴，放开！你说，你听我说，我高兴，再说一遍，我高兴，高兴，高兴，我去把你放，高兴，放开我！高兴，高兴，高兴，你。我派出所，冷静，放开他。高兴，爸爸的死你怪不得任何人。如果你非要找那个肇事者，你就是肇事者。我都想想你自己都对爸爸做了些什么。
电动车的车主名字已经查到了，叫杨小柔。不过警方说事情和他没有关系，当时高董事长走进弄堂时突然病发倒地，正好碰到他推车出来。谁送的董事长？雷师傅，他说董事长昨天从外地出差回来，今天一早就让他送去大型弄堂，可能是旧街区改造谈成了什么重要的事情。这么多天了，他一直这样吗？有客人说挨打，没客人说自己打沙袋，除了血都不让擦。你劝劝，劝什么劝啊？他跟自己较劲儿，劝也没用。嘿，防啊，定息。嘿，赵世哲，你就是赵世哲！好好的想想，你自己都对爸爸做了些什么。这样下去，你身体根本受不了。哎，你家里面后事处理怎么样？后事有高阳在，还用我插什么手啊？高江，哎，你别这样啊！
父亲呢是死于心脏病发，这谁也想不到的呀。心脏病，我爸是被我气死的。都知道我跟我爸不对付，可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跟我爸不对付吗？我爸成功人士，拥有独裁主义者的自负和专横，人家为我设计好了特别好的一条道路，我不听话，我爸就来打压我。他毁掉了我的梦想，他把我的自信心都被消磨光了。四年里面你的话唯一的买主就是我，你还真以为你能自力更生吗？某一天被岁月扔进大海里。